年4月23日，日本海上自卫队梁岳号驱逐舰受邀赴青岛参加我国举办的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与太原舰共同接受了海上的检阅。这次受邀赴日参加国际舰队阅舰式，太原舰全体官兵将以过硬的素养和优良的作风，充分展示新时代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的崭新风貌。